一个人影子无法铺满大地，但有些声音可以传得很远。苍茫大漠中独自行走，黄晓明剃发披上袈裟，扮演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。沙子大的简直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和闭嘴，你想想看那种时候晚上睡觉，白天沙漠你怎么能渡得过去？那是非人的。电影中玄奘一路遭遇各种困难，戏外黄晓明也是为了拍戏吃尽苦头，还好辛苦有了回报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黄晓明所主演的《大唐玄奘》将代表大陆电影征战第89届的奥斯卡外语片。点解佢样都介自己啊？你比好多人好彩，香港影平均每个钟都有一个人失踪。由2008年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惊悚悬疑片《踏雪寻梅》，在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都有亮丽表现，也将代表香港角逐。而台湾推出的是今年台北电影节的最大赢家《只要我长大》。老大，一颗水蜜桃你要卖多少钱？帮助原住民小朋友。哎，小姐，你很漂亮哎。你们三个。不止从电影节抱回百万首奖、最佳剧情、剪辑、导演和新人奖，两岸三地各推强片，希望能在奥斯卡外语片上夺得好成绩。记者唐玉泉综合报道。